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，本人终于收集到全套的健达奇趣蛋的小小冰系列的八款。本来这一套没有要收啊，因为本人之后，他那时候是三颗才会有一颗，所以很难抽中。可是后来有看到有人在丢啊，然后就收集到了。后来收集到他丢出了四款，然后只差两款，所以后来就直接去，我请我朋友在淘宝上帮我买到啊，所以我终于凑齐了这八款，然后就分享给大家看了。这一款是我原本就有拿到的一款了，这是海盗款的小小兵。然后这一款除了小小兵本身这个以外，后面这样、前面这样，它其实还有附上两个，个人觉得其实。可有可无的东西啊，先把这里，就是它可以，它给你一个海盗，然后它海盗前面有个挂钩，挂钩可以挂上宝石或者是金币，然后这个部分是纸卡或者是宝箱，这三种东西啊，基本上是这样子，然后后面是这样，基本上这个系列都不可动啊，但是。造型来讲，我觉得都算蛮好看的，可是感觉以后会断。这是小小兵的一款，然后再来是这一款，就是在人家丢出来的吸血鬼版的德古拉版，后面这样子，上面这样，前面这样，然后在这一款我还蛮喜欢的，那个原始人款啊，前面这样子，后面这样子，转一圈，然后在这一款是所谓的人家讲的海边款啊，侧面这样子，前面这样子。然后它这一款后面的话，这一款蛮好笑一点，是它后面这部分，它这个是一个海草，就是尾下面这部分是一个海草，我觉得还蛮可爱的，可惜没有附任何其他的东西，这个造型好看一样。然后再来这一款是 Kevin 啊，这一款是他拿上那个熔岩枪的样子啊，后面是这样子，前面是这样子，上面这样，然后比较可爱一点是它这个毛的部分是有点像水彩笔的毛。然后再来是 Robo King， 然后 Robo King 国王的帽子以外，其实它这个下面这个我觉得还蛮可爱的、啊，就是一个像弹簧的东西啊。这是 Robo King， 后面这样，前面这样，然后这个应该是可以拔起来吧？可是我好像拔不起来，不知道哪边出错。然后再来是应该这个系列算是最多人收也最难拿到的一款啊，卫兵款啊，卫兵款这样，然后它这个是下面有个底座，可以这样扣上去。扣上去就完成了，卫兵款这样子，英国卫兵嘛，上面这样转一圈，这是卫兵款，然后再来是，这是应该是史都华吧？对啊，单眼是史都华。注意看它底座部分是一个类似唱片机的那个，装上去就这样。然后这一款，我发现这款蛮好玩的一点是它眼睛是可活动的。侧面这样子，前面这样子转一圈，然后总计这八款啊，有兴趣的朋友其实去网络搜寻，应该还可以凑得到啦，只是有点难凑而已。